里曾是官位扶老弟，一朝书画贫困起，不也照起妙人气。无父无君无法妻，为非作歹有天必，秀的当手接福利，邪风一死也惊奇。哪知不测其祸其歹戏，那黄毛孽畜再回击，凶犯不死好得意，复兴横死却成谜。小施主来此的目的，老衲多少猜到几许。心急吃不着热面皮，暂且助你一臂之力。小心上路，再落得一身窟窿，可没人救。
枪没了。大业，等杀！
正好，我有一丹方被水里的小蛙吞了，你莫忙走，帮帮小神。哎呀，亏不了你。那蜀村凶险异常，身上没点疗伤保命的丹药你也敢去？小神不讲空话，除了那聒噪东西，我自亏不了你。那蜀村凶险异常，身上没点疗伤保命的丹药你也敢去？小神不讲空话，除了那聒噪东西，我自亏不了你。
甚好甚好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招，这等凡品，赏你便是。往后你便可去土地庙自行炼制。小神还要寻丹炉，先走一步。